好嘢！而家想去水晶巴士睇下入面有啲咩啦。而家咧，我哋就睇下呢个水晶巴士嘅上层啦。水晶巴士的特別之處就是可以在車上用餐，它的餐具都是嵌滿了水晶的，還有車上都有些水晶的裝飾。水晶巴士在行駛的途中會一直播著歌，還有去到每一個景點都會有英文廣播告訴你到了那個景點。如果日文、韓文聽不明白怎麼辦呢？戴個headset就可以了。